好，来讲义啊，我们第二页有一个十度伴奏，在二至二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套用进来。所以你只要一个四拍里面有两个和弦，咪瑞咪，然后用 A minor 的十度伴奏，在二至二。好，这边一个四拍只有一个和弦，我们就用二至四。好，以此类推，所有的左手。然后到了副歌这里啊，我们就是如果一样可以二，就是一样的分散。啊，就一样是二至四的。啊，可是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就把四至啊五至一这个蹦恰蹦也可以带到副歌来弹，就会变成。行的最后啊，就本来是这样，瑞咪嗦啦，正常的固定拍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可以把第五页的和弦音阶哆嗦哆瑞咪嗦插进来，所以变成瑞咪嗦啦，哆嗦哆瑞咪。啊，嗦可以不也是省略不弹，然后咪咪就会变成和弦音阶了。好，讲义的第三行最后啊，这个 A minor 瑞咪哆西拉。那赵老师的谱是这样，掐嘣掐嘣，然后二跟五一起按，然后找六，然后这个拉完了再接旋律咪瑞咪，好，这样是一个有目标音的插音哈。啊，那这个掐嘣掐嘣在讲义的第七页的 A minor 两次，好，如果你整句都要掐嘣掐嘣的话，就会变成瑞咪哆西拉，变这样。好，好，那第九页的是这个瑞咪哆拉，你也可以两次，所以我连就用第九页的插音做，就是瑞咪哆西拉。好，有点快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一次一样的，就找这个，好，就变这样的插音。那只是两个是组合在一起。首先，右下方这个七就是 Bm7 减五的转位，然后这边我们做它的加九音，所以这个练一下。好，那会进入六级，可是它的 C 跟 Am 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做一个切换。然后一开始进来，做一点正音，好，模仿那个琵琶的声音。
好，来，我们做一下伴奏的和弦哈，啊，咪瑞咪，降 A 咪，然后升 F， 再降 A 咪，好，然后哆哆啦哆一，然后升 F， 然后 B。你没有能留住你，把刚刚练的拿进来呀，四拍。胜过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了起。告诉我，你曾来过这里。直接进歌，所以就是65的速度，一、二、三。就是掐五一哈，好，我们先把怎么掐先讲一次哈。这个瑞发拉都是原位，所以我们先看第十八页第一个三角形，就是第二行的第一个三角形原位，我们只掐这一行二五一，所以二四六一。然后它的规则就是前面不动，动后面两个，动一格就会到了，就正好是它的二转变 G7。
好，然后换后面不动，动前面，就会回到原位的 C。好，好，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三角形就是先掐原位，就是 Dm7 6124，这是已经二转了，然后一样维持前面，先动前面，后面不动，好，所以 Dm 然后 G 加变原位，然后动后面就变 C 了。好，那你现在只是要把那个掐点掐进去，那所以你练的时候左右一起，好，所以呛掐呛掐呛掐。好，第四个就不要掐了，你用分散的，或是你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也可以。好，然后第二组是这样，呛掐，这样有点低，你可以拿上来一点哈，呛掐呛掐呛掐。好，这样你就练到左右整齐。好，然后你再练一个，左手是贝斯，右手是掐的，所以锵锵锵锵锵锵。好，第二组锵锵锵锵锵锵。好，那如果觉得左手太简单，你就是打那个左左右右进来，好。锵锵锵锵锵锵。Thank you.